友探班，乐趣多。与刘涛因为电视剧《天龙八部》结缘的演员胡军特意来《芈月传》现场探班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芈姝把乔峰介绍给秦王的爆笑场面，还真是凌乱的不要不要的。这我绯闻女友啊，是吗？当然，你照顾好了她啊，啊，一定要照顾好绯闻女友。哎呦，瘦了你，给这个。哟，那真是还特意带点。啊，带点这哪？主要是我不吃这个东西，搁着也搁着。你老婆拿的？去几天，人家给我。来我钱多，拿着吧你。啊，要不然你给我红酒，我得送点东西。国内什么呀？啊，芈月传中芈姝的这个。